清透的颜色，果冻的质感，最近这两款款式真的很高人气。准备好工具，就跟艾米学习吧。用 A4 角胶的粉色完成打底。找灯。再次上色，加深颜色饱和度。找灯。用戳戳笔沾取白色彩绘胶在中间点出图案。找灯。用少量豆沙粉色为白色图案上色，并均匀的晕开。找灯。继续用戳戳笔点出白色图案。找灯。用同样方法点上豆沙粉色，增强层次感。找灯。最后上上封层，照干就完成了。粉粉的效果给人一种轻盈又冻龄的感觉，喜欢的话就快快。